间。好，8月7号，台湾可见阅片史。OK， 好，当然啦，这个事件我没有在这个课堂上秀出来，各位有兴趣，这是今年比较，今年那时候因为四月初上课的时候。啊，在那个二月初了，二月底的时候上课的时候，我又把它稍微列一下。OK， 其实我觉得今年最好的天象，莫过于12月14号，双子座流星。OK， 哦，好，那有关于那个 Stellarium 的一些操作，我们就下一次上课，我们先听那个。周小姐讲那个冬季星空，讲完之后我再把后面的再讲一讲。好，那个夜行有说8月7号巨天使。好 ，OK， 很好，不错。夜行。